万奈北京。万奈北京是快歌吗？他可以唱成快的，是不是？蛮快的。好，听看好，听看好。快版的万奈北京吗？万奈北京会快吗？会唱快歌吗？会哦。那双截棍，你怎么笑成这样？好，那我们弄个中版的，子曰。不要了，那你说一曲快的是什么？快，快的。是想不到，但是我会唱快的。但是你会唱快的，你会唱快的。那你心目中的？万奈北京。万奈北京是快歌吗？他可以唱成快的，是不是？蛮快的。好，听看好，听看好。当然要，当然当然，不要这些人把我们打死。你看多少人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快版的《万奈北京》嘛，《万奈北京》会快吗？一二三，谢谢。很幽默啊！想不想主持啊？真的真的啊，太牛了！《万奈北京》对啊，你用你的唱法唱这首歌好了，好吧？我们来感觉它是不是快的，可以吗？好吧，可以吗？怎么了？你有什么难处？不是，我们没有逼你，真的。好，那我唱好了。你真的愿意唱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好，谢谢。他喝水是吧？哎，快点，他喝水了。可以了，不用不用先喝水吗？要要，还是要喝水。我了解你，懂你。这你还一来就对不对？你说。万奈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。不管你爱与不爱，都是历史的尘埃。万奈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。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百花深处。轻快，轻快，轻快。OK OK， 他说的都对。你经纪人说喵喵喵，你唱得很好。哪一个？三七二十一。三七二十一，请唱第三句。开始。等一下。老师。怎么样？我调一下东西。我调一下。怪。怪。等一下。不急不急，这么慢的。现在没来。又快，还是慢的。节奏对吗？你是在跟我讲话吗？等一下，对不起，等一下。机器坏掉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对不起。哎，你平常唱歌会用这样拖时间吗？时间怕乌龙，这报应的节奏。
旋律在四面八方，就是控制不了，不要关上我耳朵， Just me alone。 一步一步该撞车，呼啸过我身边，想着美女砰砰砰，那西哆瑞哆啦啦啦，我切切喉咙，准备跟世界厮斗。感觉飞。